各位观众又是安迪为你介绍新产品的时候啦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咁我哋呢今日介绍呢个系一个 Panasonic 嘅车内空气清新机 ,Panasonic 车内空气的清净器。好啦，我哋睇一睇呢一个机呢，其实就好似一个咖啡杯咁样嘅。都几小个㗎，蛮小的。咁佢其实呢是俾你摆喺你个车嗰啲杯架上面呢，做一个空气清新机，放在一个杯架上面的。那我们现在来试一试把它放在我们的杯架上面齁。哎呀，你看一下齁，放不进去，摆唔落嘅其实呢一个。咁其实呢呢一个机你要睇一睇你自己个车个杯架够唔够大。如果够大嘅话，可以摆到一般嘅咖啡杯嘅话呢，你就可以放落去。如果唔系嘅话呢，咁就 so sorry 啦。可能呢要好似我咁呢摆喺呢啲地方啦。咁好啦，我哋而家开始插落去试用一下。我们现在试一试把它打开，看一看是效果怎么样。咁呢其实佢背面呢就有一个隔层嘅滤网啦。咁然后呢佢附送嘅呢係一个烟插嚟嘅。它附送嘅 是一个点烟器嘅电源哈。不是 USB， 留意这个地方，它不是一个 USB 来的。咁呢你摆落去插返个电掣，摆返个隔层网。好啦。烟插插到电源前面，好，电源插好之后呢，它自动已经打开了。咁呢其实佢有三个功能啦，你可以叫做，咁佢可以呢熄咗机啦，跟住可以话弱啦，比较弱风啦，强风，还有那个时间八个小时嘅时间制。咁其实通常都唔会开八个小时啦，你通常喺车嘅时候呢你先至会用嘅啫。咁其实呢呢一个空气清新机嚟讲，个声都算几大嘅。我哋可以睇一睇啦。咁其实呢佢主要呢其实唔係话个滤网唔係好劲嘅，唔係俾你去过滤 PM2.5 尘呀咁样。它最主要不是给你过滤那些尘，它是呢一个离子产生器，一个离子的产生器啦，咁佢就会释放一啲离子出嚟，然后呢啲离子呢就会系将空气之中嗰啲尘呢就会吸附住啦，咁然后呢佢会黐或者黐晒跌晒落去地下啦，或者好似咁样黐咗落呢啲地方，把那个尘埃全部粘到那个车的内装里面。所以呢它不是一个一般的过滤器来的。其实呢眼里的观众呢，你头先呢都可能见到呢，其实我个车里面呢其实都有另外一个空气清新机嘅，一个 Sharp 嘅空气清新机，一个 Sharp 的空气清新器，都是在我现在使用的车子里面的。咁呢个空气清新机同头先 Panasonic 个比较呢，其实有咩好处呢？佢好处就係呢佢係插 USB 嘅。咁你插 USB 嘅时候呢，其实而家係多啲车呢有 USB， 其实就好过插烟插囉。咁我觉得呢个係比较进步嘅地方嚟嘅。第二呢就係佢嗰个 size 呢係比较细啲嘅。佢嗰、那个下面呢个下位係比较细啲嘅。它是比较小一点，比较瘦一点的。咁你可以见到呢佢係比较容易啲 fit 落大部分嗰啲杯架里面囉。咁你可以见到呢其实用了一段时间呢，它是使用了一段时间的话呢，它是有很多层链在上面的。所以呢它不是给你一个过滤的功能，它其实是发离子的功能，也是产生离子的功能，把那个尘埃都粘到那个地上或者是车的内饰上面。咁你呢其实啲尘就唔会周围飞囉，唔会等你吸入囉。咁所以呢如果你係想过滤 PM2.5 或者尘嘅呢，其实你係唔应该买呢一类型嘅空气清新机嘅，你係应该买有滤网嗰一种，或者你直头将你车嗰个空气滤网换成有 PM2.5 功能啦，
你需要把那个车内那个空调那个滤网换成有 PM2.5 的功能的过滤的功能才可以，你不可以单靠这一种的离子产生器啊、去把那个空气给净化。咁但系呢种空气离子嘅清新机其实有啲乜嘢嘅好处呢，其实佢最主要呢可以俾你辟味啊。譬如如果你系有宠物有宠物，或者是你是吸烟的人士，想把那些味道给辟除了，那你可以用这个这一款的清新机。咁其余嘅话呢，我觉得嗰个效用就唔系咁大囉。